那哥们儿钓了草鱼、鲤鱼，纯玉米豆钓的。到了钓草鱼的季节了啊！我今天过来这个青人家也钓一下草鱼，收费60刀，看看能不能上岸啊！钓草鱼啊，得一个人安安静静的钓。咱呢，离那边钓友远一点。他用的是5米4，我今天挑战一下，往中间钓，用个7米2的。他这线杆是7米2，就这儿了。今儿我们用的是7米2的白刺，线组是2.0拉的1.5，甩7米2啊，大漂子，吃铅比较重，双钩挂玉米，一钩触底呢，一钩离底。先把杆甩里头，调了一下漂，这个地方水深2米，可以啊，走。接下来的工作，削玉米打窝。钓草鱼就得手啊，把杆抛到里头，杆是不用动了，但是呢，你的窝钓是停不了的。今天我带的玉米呢不少，全给它削了，射不着孩子，套不着狼。然后呢，使劲给它抓抓，把那个汁液给它抓出来。啊，可以。开始小频率慢慢打，一次呢打个7、8颗、5、6颗，让那鱼听听响。走，现在就是给它吃的啊，刺激它开口。走，好，这窝量给的可以了，我得先这样抄网，对自己有点信心。多鱼不？多鱼？我跟你说，今儿肯定得上草鱼，我准备的非常充足。啥？把货得支上啊？有道理。我给你拿。哎呦，真多鱼，真多鱼。你一会儿自己带啊。你现在支上户啊，上不上鱼，别人一看你下着户的，是不是？多有面子。好，嗯，凯哥的面子就是鞋垫子。等吧，千年等一口，一口就爆户。相信自己，创造奇迹。又给了一口。黑了，中了！哎呀，凯哥真能中！哎呀呀呀呀！哈哈，草鱼吧，应该是草鱼的，没跑了啊！佩服！草鱼，草鱼，草鱼！草鱼吗？应该是，没看清。能不能自己抄？能能。哎呦，真大这个！无非就是多溜会儿嘛，7米2的杆子啊，有腰力，不着急啊。哎呦，这条大爷，大爷！哎，入户钓安全。这草鱼3斤多个啊？多少？3斤多个。什么秤啊？你这是？国标3斤半。4斤。4斤？那就国标4斤。差不多吧，哥。不小，就是4斤。有4斤吗？国标秤4斤，我都对我的秤不自信了。4斤了，这鱼国标秤4斤，入户了。真肥，我这鱼。哎，还笑话我，支抄网下户子管用不？你不下子不上鱼呀、啊，是不是？对自己自信一点。今天准备的非常充足啊，玉米呢打了半盆，还有半盆，慢慢钓。这窝子呢续起来，草鱼食量大。下面一边抛竿，咱呢一边打窝，不能停啊！凯哥能上2条，我今天晚上就请你。上2条，你请我吃饭啊？确定是草鱼？草鱼？怎么确定？只要是鱼。我现在拿捏的死死的啊！再上2条。
行，看歌姬给你打开连杆模式。刚才那个飘向是什么情况啊？它是咋的吧？点了一下，顶顶顶，啪一下就黑了。对，再黑一个，有可能啊。今儿让你输的裤头都不剩。今儿晚上要吃带壳的，扎嘴的，扎嘴的，带壳的。开一条，加油，开一条。今儿让你换个昵称叫我啊，以后不可以叫我开一条了，叫我凯多鱼。真多鱼。今儿用的钩比较小，伊士尼八号钩。其实钓草鱼啊，用新关东的三号、四号钩是最合适的。你黑了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顶起来了。吃住了，凯哥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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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在晃，他在晃点我。吃住了。不可能，草鱼吃住早走了。哎呀，错失一个良机。你看我钓鱼，你废话咋那么多嘞？我擦了满黑，三目直接黑。老打空枪，可能就是钩子小啊。挂个稍微小点的鱼，挡口吗？不应该啊。钩子这回漏多点，玉米挂少点。黑了，来了，哎，跑了。哎呀，切了吧，这是，看看，没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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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严重怀疑是钩子小，挂不住它呀。哎呦，这条跑得太可惜了。再试两杆，再跑鱼的话，咱们可以试着换一个大钩子啊。刚才那口啊，给的是确实是很爽快，很利索，大黑漂。凯哥，你钓的是底还是浮？一钩触底，一钩离底。哦。哎，黑了。哎呦。又黑一次，又没打中。这黑漂一直打不中，那啥情况啊？这是。凯哥，别坚持了，凯哥。我得再弄一条啊，要不然晚上这扎嘴的带壳的可吃不着了呀。再坚持一下。天黑了啊。确实啊，看不着漂了。这草鱼。这草鱼一过下午六点，太阳一落山呀，口明显就不行了。怎么斗怎么打，一口没见。今天等于是四点多过来，钓了有三个小时，上来一条，跑了一条，太可惜了。看看咱的鱼货啊，这条鱼，哎，四斤个的草鱼，钓费60，略微被老板呢轻轻的盘了一下。这账呢先给他记上，下回早点来，今儿来的有点晚，报仇的机会多的是。下回我再请你吃扎嘴的。行，下回我要钓的多，请我吃扎嘴的啊，带壳的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到这儿了，感谢观看啊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